这里是浴室昆仑决十一尊龙传奇的现场，马上要开始的是诸神之战世界大奖赛的第三场世界四强的晋级赛。比赛之前，还是让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这场比赛的双方是如何晋级。สวัสดีครับผมเอกชัยมินทร์โยธินครับ15 ปีมาซ้อมมวยหวังว่ามีความตั้งใจมีความสิ่งที่ว่าจะชกมวยครับเห็นเพื่อนชกเลยก็อยากชกตามอาจแฟนหน้าอาจจะมีเราอาจจะดังเหมือนคนอื่นเขาแต่ตอนนี้ก็ที่ประสบความสำเร็จครับมีชื่อเสียงของ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ทั่วยุโรปครับ太重了，居然都不能打中，太重了，打中就很火。发财果然是太欧式了，一个都杀手。Good fight. My name is Dilak Salvador. Fight since 10 years old, and now I train for little boy. 是啊。厉害的选手，鞭腿的角度啊，变幻莫测。对对对，非常漂亮。好，压着打，有点撑卡了，太危险了。看到萨尔瓦多的这个能力了。这个伊萨似乎没有缓急的能力，他会输掉这个比赛。Now it's time, Kunlun Fight World Max Quarterfinal 3, 诸神之战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三场，有请蓝方选手法国链条 Salvador。有请红方选手，四大泰拳天王之一的泰国名将，人形凶器阿巴寨。本场比赛的蓝方选手，身高180公分，年龄20岁，职业战绩19战14胜，6次 KO 对手，曾经战胜过知名的泰拳王沙玉郎，在世界16强诸神之战的比赛当中，折断了著名的波斯弯刀伊莎。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standing 180 centimeters tall, age 20, holding a professional record, 14 wins, 5 losses, 6 times, 1 by knockout, fighting tonight out of France, the champion killer, French chain, Dylan Salvador.
红方选手身高179公分，年龄29岁，职业战绩139胜16负1平，64次击倒对手。S1 泰拳争霸赛冠军，2012年 WMC 世界冠军，伦皮尼全场轻量级世界冠军，2012年 Tight Fight 世界冠军，进攻如牛，不知后退，与波球和 Cam 共同组成了泰拳的四大战神。Now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179 centimeters tall, age 29, holding a horrible professional record, 139 wins, 16 losses, 64 times won by knockout. Many world title holders fell down under his hands. Fighting tonight out of Bangkok, Thailand, Human White Pen, Aprachai, Mina Yusei.有请本场比赛的场上裁判蒋威。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由青海卫视和喷象传媒联合打造的大型综合格斗节目《昆仑决尊龙传奇澳门站》的比赛现场。现在进行的是出生之战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由蓝鹏选手杀我红方选手。比赛已经开始，我是现场主播陈和陈佩，是蔡志贤。陈先想这个，这个把炮手重拳发射出去。这一次昆仑决出生之战应该是常态。这个萨尔多我们个人不太熟悉，但上一场他淘汰了，他是2013年 WAF 的世界冠军，对，相当的强悍。两个人呢在这个称重的现场呢，说说笑笑的，但是呢，应该都是有点像笑里藏刀啊。为了500万奖金上台，绝对是打得你死我活。昆仑决这次采用了这个鼓励 KO 的这个新的奖励机制。是，到现在还没有 KO， 对，不知道这是太怕了，他防守更严谨了，他被对方 KO 掉。但八猜的风格是非常强悍的，他在这个139胜里头有64次是 KO 的，对，应该说是 KO 之王。八猜的 KO 率非常高，相对这个加巴多他的 KO 率非常低，他都是靠点数来判定的，然后呢，通常都是输，因为他的这个攻击威力比较小一点。不管是对上。Cam 啊，或者对上这个 Victor， 他都是打完三局被判进去的，所以在这个 KO 率要加强一下。该几个重拳了，都打到这个八三，但是有点不够重。好，双方在拼拳，很有意思。下巴是往头是往后。如果一直这样打，我倒觉得能 KO 一个了。对，你八三的头部有点被打穿了。而且上一场八开，现在是前两局一直在游戏，刚才第三局的时候被非常的惊险了，对对，摇晃之中度过了第三局，惊险获胜，说明拳王也不是不可战胜，也不是没有漏洞的。对，八开又拿出他的招牌一个做法啊，一个前手重拳打对头部，再后手重拳打身体，再接一个重拳，不同限度的变化。沙巴德他因为上一次的表现出色，所以这个选到11月的比赛，到法国比赛，所以在这个昆仑决表现出色的选手啊，都会被其他国际的一些比赛组织啊发掘，所以是严打。对，现在昆仑决有上海国际知名的一个搏击品牌，对，大家都来这边挖角。很多世界知名的选手也希望能够打昆仑决，是，因为毕竟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国际市场。有点精神不济，下巴
的第一场其实不够激烈，以八开的风格第一场强攻强打，八开似乎在这个赛前的心理状态不舒服，趁着这个回合休息的时间赶快吸这个膏药。但泰国选手呢，经常有时候会慢热一点，嗯，对，有时候第一局进入状态是慢一点，是。好，第二局比赛开始了，希望第二局比赛能够更激烈一些。好，一平内围。哦。你给我一腿，我给你两拳，不止两拳。我觉得萨尔瓦的战术非常好，因为泰选手的话，这个腿法是很好的，但是有时候防守拳会差一点。是，然后这个巴塞的拳很重，你要小心一点。然后这个低的呢，怕被摔了，所以这是做一个大满度啊。萨尔瓦也打得也很积极，一点不失落。这个虽然运动员有护裆，但有时候碰到裆部的时候还是会很疼。对，那双方目前都是左架对左架。好，拳打完之后接膝撞，再加一个大摔。我觉得从力量上好像巴塞更大一些，内围的表演企图心非常强，一打起来继续作战的，也表示说我没有事，也会赢得裁判的这种信任。不过应该是打起来之后等裁判说完才可以继续打下去。泰拳王的这个膝常常是比较厉害的，他能够调动全身的这个力量，然后那个从各个角度，腰胯要往前送，对，还要顶进去，他不是往上顶，往上顶不太好用，因为他不是腰下来，从往上顶，而是要往前顶，要往前顶，对对，往前顶就能顶出力量，有送胯的动作。好，第一轮就跟他拼拳，然后这个巴塞往上的角度做膝撞。接手之后，然后打到这局比赛打得双方硬碰硬，对，几乎没有太多防守了，就是大摔两拳之后就接膝撞，打得没有空档，低档的防守最后三十秒第二局。那面对这样的膝撞呢，其实第一轮的手肘可以再加用力一点，用力往这个大摔的大腿上加下去，等于你在做肘击，对，对他大腿做肘击，这个是相当有效的。但这个中国很多运动员就不太会这种防止这个膝撞，像我常做，一下对方就不敢动，因为这肘击撞到大腿上，然后也很疼的，点到里面的隧道，对，会麻掉。好，刚才这个上勾拳没有得到，那这个拉开的这个摔法还是非常高明。好，第二局比赛结束。比赛很激烈，但是还没有重创。就看起来是大家都很弱，不是他们打得不好，是比较可能觉得兴奋度还不够，要提手了。状况不太好，而且这个比赛如果不足够兴奋，也不一定赢得下来。像我做解说也是要提神，我刚刚也吸了好几口，所以我不能笑人家。继续吸，还吸不够。那有些比赛啊，就是禁止带纯氧的部分进行纯氧，我认为是这部分没有规定，不能拿这个。不允许吸氧。目前昆仑奖是没有明文规定，也没有选手真的带氧气筒上楼梯。以前我是有这样的。以前那个最著名的是那个中国那个围棋的棋圣聂卫平，他心脏的话也会去吸个氧。
但对手没有提出抗议。对啊。好，第三局比赛开始了。其实面对这种胫骨的一个高扫啊，如果单纯用手臂去挡，有可能会断掉，因为手臂的这个骨头比较小，有些力量很大的，即使手臂碰到了，他这个接着打击的力度依然很大。对，所以这个抵挡这个高扫的方法要有所改变，不然手很容易断掉。有些选手啊，在练习的时候啊，光碰碰被高手这样碰到手就断了，所以要小心一点。好，现在这个巴塞啊，都是用一个扫踢，然后就近身，可是近身膝法因为太近，没办法做。刚刚一个有点奇怪的直线性的一个蹬腿，距离跟角度都不对，主要是角度不对，滑掉了。好，又进来了，这时候应该还可以再做一个膝撞，侧顶的膝撞，屁股往后侧一下，让出一点空间。然后这个低的呢，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怕被摔啊，所以把屁股往后坐，双脚打开，把重心放低。这个是面对泰式摔法的一个不二法门。这个腿还是很重的，做一个迎击，用拳法去迎击这个腿法。八拆的攻击模式，刺拳加身体的重拳，接着一个膝撞，撞好几次，突然应该就追。那我觉得八拆今天的这个攻击力度不如上一场，对，不如。然后又被摔了，这一次你看，这个低人一没有做抗摔，巴塞立刻摔，这是属于一种拼劲，对，而且对巴塞来说，他变成条件反射了，贴近以后马上一个摆上，对，每次都成功，感觉哦，对方的这个重心在哪边，力量在哪边，我就决定要摔或不摔。这要经过长期的练习才有办法达到这种境界。好，第三回合剩下最后二十秒。对，双方的控场面好像没有提醒他，时间快要结束了。一般在旁边的教练都提醒，全力以赴。对，好，剩十秒了。好，不要浪费掉了，战斗之中浪费掉了，有点太平淡了。是，真的是打得不够激烈。是的。本场比赛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昆仑决诸神之战的又一位世界四强诞生了。比赛的判罚结果如下：一号裁判30-27，二号裁判30-27，三号裁判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 ，and the winner's right corner fighter。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昆仑决大赛的赛事总监托尼陈先生。为巴塞颁奖。
好，我们昆仑决大赛的创始人江华先生也亲自过来给巴塞颁奖。萨尔瓦多今天表现得也非常出色，